关键一把死神大哥的聂西。据说名字当中带一的就是真死神，其他的都是他的这个好朋友们。先知空军前锋机械搬了一个佣兵吧，应该是带了一个金身，一刀打，好的。这边不知道空军是有意没进版呢，还是说就是走位上面盯着，然后没有走进去。金身好了，金身不顶吗？他是觉得自己可以吗？我觉得这个金身顶了，抓到也不错啊，跳过来啊，还是对吧？对于这个操作比较自信啊，这我不需要顶金身，这个金身是用来防前锋的，对吧？打他一个 surprise， 先知的鸟也正好没有啊，刚好是看过一轮了，这个对自己也太自信了吧？因为这一个就直接金身一顶，然后人就没了。对吧，哪怕先知你要给上这一刀打在鸟上面，然后你再一蹦是带伤害的落地一跳，我觉得可能节奏相对来说作为对吧没那么自信的我来讲的话，可能更加的稳健一点。前锋来了嘛，你的前锋不可能说对吧这么快在附近的呀。好，哎，一连跟过来过半的追一刀，那这个时候金身就有东西了，对不对？这个金身如果说能够顶到一波前锋的撞，那波鸟给上了，先把鸟打了，下一波跳五秒钟，但是这前锋没有撞，这前锋走了，先知摸我，先知摸完我再去撞，这空军上挂飞啊，不跳啊，不蹦，对吧？只跳不蹦。下一个跳好了，漂亮，镜头给到前锋，还在摸，这样的话这个金身就尴尬了。难道诺西是已经预判到了对吧？你要交技能对吧，要么插眼要么闪现，该交的老早交了，没交技能有可能就是一个金身，毕竟空军前锋的阵容带个金身也是可以理解的。这待会儿就变祖传了呀，前锋没有来撞，刚刚那波前锋撞了呢，这波金身血赚，前锋对吧，特别最好是牵起来来撞的那种，一刀的前锋没了，挂飞空军以后直接节奏不断挂前锋，但是求者不上你的当啊，对吧？我不伤不伤我不伤，哎呦，这波跳帅了，挡住了前锋的球，刚好跳在前面啊，不伤你的当。但现在抓前锋可能看来在天赋上面是没有带那个底牌的，你这金身金到底的，待会儿只能金身过板了，这时候不能抓前锋，抓前锋感觉这金身好亏，但是你不抓前锋呢，外面的人你又不确定他到底在什么方位，而且走过去又需要一定的时间。好，被那边的电击所吸引，先知再把前锋摸好，我觉得这把聂西可能偏向于一个平局。再把前锋摸好，还行吧，反正还有一波机会啊，就看这个前锋来不来给了。来给金身一顶，帅气，不来给金身不顶，那就留着过板吧。贬值很严重，是的呀，随着求生者的技能交的越来越多对吧，空军的枪也交了，前锋待会球也交完了，这个金身的一个价值确实对吧，很专业的一个词啊，贬值。哎哎哎哎，这先知，哦呦，哎呦，看见了，一刀想卡住没卡住，先是这边翻窗跳不跳，
金身过板，都没有机会过。电机好像还差一点，前锋这边是摸到了一个护臂，接着电机差不多好了。前锋可能会来一波撞救，会比较求稳一点嘛，比较稳一点的一个撞救，然后金身吃一个震慑，会不会？剧本写好了，剧本写好了，来前锋，没有撞救，哎呀，没有撞救，不，一刀，前锋倒地，那没了呀，这前锋也走了，先知也走了，这金身。救不出来了，只能过板了。一刀，好的。我不用你们就不知道我是什么，对不对？你们慌不慌？现在两个人受伤，借势开门没那么快，把人挂伤。有了，哇，这一波的一个挂人挂到这个位置，帅呀！前锋这边还要去救，两秒钟，等于说他如果这把四抓，那不就是没有带任何的技能完成的一个四抓？前锋拉球，管门是最正确的，你管先知，借势叫字母起来，前锋门一开，对吧？平局。帅气，回身先去挂机械师，但是先知这边要开门，门，找先知跳，怕结实起来，那前锋这个位置自摸也没那么快啊，但先知这个救不了人的，他只能是去管一下，看看能不能，对吧？稍微吸引一下这个人的注意力，哎，这前锋好像自起了。快了！先知这边卡着，他得卡着，还能打。那前锋自起怎么这么慢？这没有带崩坏呀？牵过来，好，放下，看见了。守着前锋不对，守着前锋待会儿挂不了。我们看地窖在哪里？地窖如果在这边的话，这前锋挂不了了。慢慢爬了，地窖还好在中间，在中间的话，他这边可以等先知爆乌鸦。前锋这边慢慢往地窖方向爬，还有机会，这还不好说，因为这里，他刚才如果说你说放下了以后去追这个先知呢，有可能前锋起来以后把这戒师一捞，对吧？他这边得等戒师挂飞了以后再把前锋牵起来，前锋这边有一小波的一个挣扎以后跳地窖的机会啊，看一下能不能走。往里面，哎，往里面牵是对的，往里面牵是对的。那这样的话前锋走不了了，这满能量的三抓啊。祖传金身，这真祖传了，我不用技能，第一波没有用，后面真的没机会用啊，这个贬值贬得很严重啊。